那个轮子吗？知道了，应该就是变大，就是往右边扭，然后哎，这个往哪边扭，它自己会扭的，自己扭啊。哦，你拿边，它就会变大变小，它自己可以看到的啊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不要像我客户那样讲，这个螺丝你拿不方向啊，这样子就不对了嘛。那你左边不行，那你右边就是大小就知道了吗？可不可以继续开一下，看有没有那个杂音？他说，看那里大的。你一直拍嘛，我就一直拍，你那电子让它变大。能拍不能？能不能拍在那个位置？能够拍在那个位置。你看得清楚吗？哎呦！等一下，这条主人。这里折一次猴子给他。这是你要你说了吗？折了吗？